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耶嘿嘿，我们今天最饿的晚餐，我们超最饿的，好了，要开动了，哈哈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大开吃了。这是我今天星期，他每一天啊，就是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，我们今天是礼拜三。他礼拜三的套餐是这样，一个意大利面跟一只鸡腿，然后他这里是番茄意大利面。你很少在快餐店吃得到意大利面吧？吃吃看。嗯，我觉得它番茄酱的味道比较少哎，还是因为我没有吃到酱。它的番茄酱是那种颗粒很分明的这种。然后面的话，这样一把，如果女生来讲，这样吃完这一整个，我觉得会很饱哎。好，今天我们是用一个特别的一个 app， 他们的 app， 然后下载之后，你点你单一张收据超过10块钱 ，handle 了，然后他就送你两个炸鸡块。是那种鸡腿或者是鸡胸肉，然后他给我们一个鸡腿，一个鸡胸肉，所以这个是额外的，这个是他送的，就你 download 的 app， 然后就送，这是鸡胸肉鸡腿，然后我还有另外三点薯条，真的，他薯条真的是长不一样的哦，跟麦当劳、肯德基完全不一样。上面有那种一颗一颗的，感觉很像那种香巧颗粒在上面。它薯条是好吃的，光干吃就好吃的。薯条会给9分，意大利面收手，我大概给7分吧。嗯，等等呢？好了，我要来吃我的，这个是鸡腿。嗯，它鸡腿水分很高哎，有没有看到？都是水分，然后本身不会油，然后也不会柴柴的感觉，然后那种肉很多汁。哦，这鸡腿会给满分，10分，超好吃的。好，鸡胸肉如何？1到10分给几分？9分。9分、啊嗯，你要入镜吗？耶嘿嘿，好了，等一下看你的汉堡。像我今天这一餐，一个意大利面，然后它本身一只鸡腿，它要送一只鸡腿给我，然后我再点一包小包的薯条，这样子，这样就很饱了。
还好啊，这只是人参，一个炸焦的薯条。这个好还是披萨好？因为怎么讲，披萨吃到最后会腻。这个不会。啊，这个是不错。所以老天爷安排我们要吃炸鸡。对啊。我们刚刚原本要去吃达美乐披萨，就达美乐因为 delivery 太多要两个小时，后来我们就算了不内用了。那我们就过来吃这家炸鸡。那我的炸鸡吃完了。我要慢慢吃我的意大利面。你要吃汉堡啊？嗯。等我， okay. 我要洗手。好，接下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，这叫什么汉堡？鸡肉汉堡。大蒜鸡肉。大蒜鸡肉汉堡，它长这个样子。这个在上面，我应该把它转过来，对不对？油脂哦，它有番茄、生菜，快吃！要讲口感，好，第一口咬下去，咬咬咬。它里面这种黄色的酱，然后是那种黄芥末吗？对，黄芥末，两个人。是还可以啊，0到10分，我给7分喽。7分，那不就跟我意大利面一样？因为我刚刚吃了好吃的炸鸡，我再来吃这个，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出色。普通。对。我觉得意大利面也很糟。所以推荐你们下次。你们经常点那种炸鸡的套餐这样。嗯，他们家比较优的真的是炸鸡。真的是炸鸡。嗯。啊，就这样了。好了，我意大利面吃完了，真的。这个是 ice lemon tea， 这是中杯 regular size。我在新加坡都狂喝 ice lemon tea， 可是我在台湾我都不会喝 ice lemon tea。 我在台湾我也不会喝。我在台湾我会喝什么？我每次都喝雀巢红茶。我在新加坡我还会点 ice milo。
就是美露冰美露。虽然在台湾，你在麦当劳、肯德基，你完全喝不到冰美露，就只有新加坡特色才有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。